你的目的是什么？因为我还很想晓得你小时候经历的那些。我啊，我经历的事多，你想不晓得我才去拍你。你娃经历的哦，有毛你娃过得我蛮苦。我要是我要啥个，你们买啥个。我说你提三个噻。我提三个噻。去上个赛问我，我晓得。所以我来拍呀。有意义呀，佳佳。你觉得有意义吗？你如果我鸭子不用，你会死过吗？喂。我都不晓得你样子是因为掐的那个什么草。所以我才得行九里呢，我都不晓得你是害穷不干你妈的了。我娘子给我来的。娘子托好多事，我都不晓得给么娃。我才不要你给。那乖哟，该帮我改吧你。我不想他帮我改的人呢，你老爸老妈不去看呐。你想看我对你这个采访没？